好，我们看得到呢，这个是在玉里的春日国小旁边的教堂哦。哇，这个教堂，天哪，我该不会现在看到的是二楼吧？大哥是是不是？好，哎，我来指给大家看哦。哇塞，这个真的好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呢，这个旁边的教堂呢，真的坍塌的非常的严重哦。很多的落石呢，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处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不可以找到负责人来跟我们说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中天的记者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，因为他们在修电，没事没事。他在断电。他在断电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电一定要断啊，如果漏电怎么办？哎，怎么称呼您？我姓黄。黄小姐，您是这里的？我是在这里管理的。那这栋建筑物可以帮我们介绍是什么建筑物吗？我们这样过来，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到吧？对对对，这面对这边，对对对，它是教堂吗？是佛堂。哦，佛堂啊，一贯道的佛堂。哦，一贯道的佛堂。那昨天一贯道在地震的时候，不是，我们背景是这个，好不好？这样大家比较看得到。哎，好，这边不要照我了，我很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们是中天电视，我们现在赶快让那个大家了解我们现在最新的玉里的灾情现况。所以这个是一贯道的佛堂。对。那昨天地震的时候里面有人吗？我刚刚出去。哦，不然我就压在里面了。哇塞，我刚刚出去40分钟，回来，哎呦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呦，你这个非常的福大命大耶，上天保佑，佛祖保佑。真的真的，那平常大概有多少人会在这里聚会呢？本来我们昨天要开法会的，幸好停下来，不然会很多人。那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？是因为礼拜六那个地震吗？不是呢，好像、就有其他中先火指示不可以开班。哎呦，所以本来昨天是有课程要上的，对对对，是下午还是早上？早一整天吧。一整天，哎呀，那就突然停止了，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损伤。对对对。哦，了解。那平常这里聚会大概有多少人呢、啊？100多位。100多位，都是花莲地区，花莲、台东，哎，对。哦 ，OK。那现在看到那个是我们本来的二楼，这是二楼。什么？这个是二楼。OK， 好。哇塞，我不敢相信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。二楼。对啊，这是二楼啊！来来来，这是二楼。条啊，另外一楼的条啊，啊，位于是三十安那落来，向哪个一支条啊？哦，嘿。哦，所以这个，哎，好，哦，好，等一下。刚才里面那乒乒乓乓就是在掉。好，大家看得到那个倒塌的那个地方啊，就是本来一楼的柱子，我想说，嘿，有倒塌吗？一楼墙面的电箱。一楼墙面的电箱，看到那个有两个洞的那个是一楼墙面的电箱。对对对，阿哥，哎，那个也是柱子吗？本来一楼的柱子吗？现在看起来突突的那个，大家不要以为是说，它是二楼，它只是本来一楼的柱子，现在等于是一楼的柱子直接穿了突出去到二楼的楼层了。那不好意思，一楼本来是做什么的？一楼是讲堂。哦，那里面会有什么严重的财务损失吗？有，还很多东西在里面啦。比如什么？比如印表机啦，然后那个桌子、椅子，还有黑板，还有那个什么投影机。投影机？那昨天有值班的人吗？没有，就是我在这里而已。然后你刚好40分钟前出去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我出去40分钟，回来就这样了。哇塞！如果我在这里的话，被压死了。我会在一楼，不会在二楼。天哪！好，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啊。它的屋顶下来。哇！来来来，黄小姐，所以这个屋顶是直接整个坍塌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这个看。这里有一个那个。就是走廊啦，然后那个屋顶就是怕那个下雨的时候淋雨嘛，就垮下来了。所以它这个是原本对面二楼的高度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再高一点，还要再高一点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楼层哦，前面的有比较高挑，后面的比较
比较矮一点。哦，嗯，哦，所以大家看得到画面当中了，这个是原本二楼呢，右手边是原本二楼正常的一个高度，那左手边呢，看起来比较低线的这个呢，其实是塌陷下来的二楼。根据呢黄小姐的说明啊，应该呢是这个二楼的高度会比右手边还要再更高，但因为与地震的关系哦，瞬间一楼整个是压扁、坍塌。所以你看到是凸出来的柱子，是一楼的柱子。那现在呢，看到这些残骸呢，其实都是一楼，也没有门可以进去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办法进去了。OK， 好，那里面呢，大概就是一些电脑啦、印表机，但我觉得没有人在里面，真的是太好了。黄小姐，你福大命大，出气，刚好出气，刚好出气，上天保佑，佛祖保佑。那有没人来帮你们评估过了吗？这有可能需要整栋拆除喽。还没有来评估呢，还没有来评估啊。是啊，所以我也在这里一直等。等一下，我们那个点师会过来。嗯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。嗯。他昨天有来，又回去了。好。因为这里没地方住啊。他们平常都是什么时候聚会啊？都是礼拜天比较多。都是礼拜天聚会，那昨天不就刚好超幸运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超幸运的。真的好。那看到这个呢，不好意思跟大家更正一下，它不是天主教的教堂，它是属于。一贯道的教堂，对对对，哇，所以一贯道的佛堂，一贯道的佛堂，平常讲课用的嘛，嘿嘿，对对对，哦 okay、二楼是房间嘛，三楼是佛堂嘛，嗯嗯 嗯，我想呢，在花莲地区哦，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哎，网友黄瑶说，这位大姐果然有福报啊，天选之人。对，真的是谢谢大家，谢谢阿咪小编的加油啊！士林说提供跳拱廊啦，对了，真正是安尼啦。哎，正好出去一下下，十分钟他就倒了。真的、好，这个网友哈，Face 杨说，这历史多悠久？这栋建筑物多悠久？二三十年了呢。二三十年就倒塌？对啊，你看我们的那个。条啊，那个铁丝啊，铁根啊，很粗，不是吗？他人家说，那么粗也会掉，也会哦。二三十年算无久呢，不久呢。你看，我的那个铁筋这大颗，这大颗，那有可能落落来？所以真的代表就是，就是请假是代表昨天的地震非常非常大。阿丽丽，我靠，有感觉吗？有啊。好，你那时候人在哪里？在瑞穗。瑞穗，瑞穗比较也是很摇了，但是没有那么这里那么大。但是你没有想到回来玉里会看到这个画面，对对对，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画面，回来说哇，怎么变成这样啊？好吓人哦、喔！好，谢谢 Nico， 谢谢黄瑶告诉我说我要小心我跟摄影大哥都非常小心，我们保持一个很安全的距离，我们是在那个拉起的警戒线的外面哦、喔。所以真的是没事。对，你现在所看到这个画面哦，你不要以为它是一楼，它是二楼，它是倒塌的二楼。那呢，看得到屋顶呢也是有倒塌的部分。那所以前后这两栋建筑物都很明显的受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